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号。我要讲的不是看守所见闻，而是看守所之外的见闻。呃，十二月十四号，也许有些朋友还能记得，在二零一五年的十二月十四日的上午，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我的日子。在这一天，呃，据说外边聚集了非常多的人。 然后在法庭之内呢，这个纠集了非常少的人，真正跟我有关系的人呢，除了我的两位律师家属呢，只有我太太，然后呢有这个儿童医院他们的一位跟他要好的同事，当然这个同事是党员，现在也跟他非常好，还有一位呢是保卫处长，另外的十名左右的旁听人员。 这个是组织上选出来的，大家可能对我没什么兴趣，人家是完成任务。这是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号，但是在十二月二十二号宣判缓刑回家以后，那么十二月十四号呢，也就成了我们家全家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吧？从这个我出事。 到现在呢，我们多了很多的纪念日，除了我的生日是吧？除了比如说这个家里面儿子的生日啊，老婆的生日啊，呃，老人的生日啊，除了这些，那么除了八九年六月三号，还有呢，就是我受审的日子，每年一到十二月十四号。 这个我们呢，呃，夫妻两个带上我们的狗，一般呢都要到这个第一看守所的门口去故地重游，拍两张照片，去看一看当地的一些情况，然后呢还要到这个第二中级法院门口呢，再把他那个牌子和边上那个国旗是吧，呃，拍下来。 眼看着法院越来越巍峨，前几天呢，我刚刚又去过一次，是吧？呃，这是今天的情形。那么今天整个的过程呢，应该说还是还是很开心的。这个对于我来讲，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讲呢，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待过一年半，甚至包括呢我自己遭遇这样的一场官司，丢掉了律师执照。 是吧？对于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所以说大家也会看到呢，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所谓犯罪记录讳莫如深，而我不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命运给我的一段经历，我需要很好的珍惜它，我需要很好珍惜它。这个很多人出国办手续都需要提供呢，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那么我在解除社区矫正以后，呃，二零一九年一月，我去申请拿回我的护照、港澳通行证和这个台湾的这个自由行的那个证件。我其实非常清晰，办去日本的签证呢，我直接就告诉他们，我这个人是有犯罪记录的。于是呢，按照这个这个日本外务省的要求。 我把我的这个二中院做出的判决书给他们看过原件，把复印件交给他们，由他们商请法务省做出这样的一个审查，然后呢，给我了一个五年期的这个往返签证，多次往返的签证。所以说呢，这个善待自己人生这个旅途中的。 每一段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自信的表现，是吧？这个呢是今天我路上拍的一张照片，大家会看到呢。呃，这个路标呢是指示大家往西再走八百米左右，就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那么我开车过来的路线呢？ 是从京哈高速豆各庄这个地方出口往前走的这条路呢，其实和原先走的路不一样。原先走的路呢是在那条小河沟的左侧，很窄，是吧？周边呢是比较粗壮的白杨树。这个这次走的是那条河沟的右侧，是一条比较宽的崭新的马路。但是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走到富力又一城这个。 附近的时候能看到呢，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路标，它呢还在这个地方。原来说要搬要搬，其实也没有搬。这是这样的一张图片。那么随后呢，这个我们路过的这个看守所的接待室的西侧是这样的一个建筑。 是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呢，你看有碉堡，有围墙，上头应该是不是还有铁丝网呢？是吧？这个实际上呢是在因为看守所的接待室，家属去存钱、存东西，律师办手续是比较靠东，从这个地方往西一点是一个，就是呃抓人往里送的时候，我是从那个地方有这个弹簧门，整个进去是一个。 延伸挺长的路，一直走到里边，是吧？呃，另外呢，那天把我放出来，是吧？这个丰台的王国宝这个队长开一辆帕萨特，我和我太太坐在里边，这个陈宝成和默默呢等在外头，还有其他的一些记者，实际上呢也是从接待室往西的那个那个门里面出来的，但是现在呢。 我的这个方位感比较差，从那个地方再往西走是这个检察官的驻监所检察官的一个办公室。今天我看的是是关着门的。那么再往西呢，才是大家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有碉堡的这样的一个围起来的院子。是不是这个里边就是我们的监视所在的这个这个位置了？那我相信应该。 是的，应该说呢，这个外围的警卫呢是由武警部队的士兵来做的是吧？里边呢才是什么呢？里边才是这个有监管总队的警察管的事是吧？那随后呢，就是进到这个接待室里边。 接待室里边呢，这个和这个，呃，今天比较比较闲，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人。三点多钟，呃，下午的时候呢，来会见的、来存东西的人，基本上也都上午都来过了。呃，就我和我太太进来，和里边的工作人员呢来打招呼，是一个年轻的协警。然后他问：“这个您办什么业务吗？”很客气。 然后我说呢，我不办业务，我是故地重游。他说故地重游，他觉得可能很纳闷。我说我呢，在这个地方被关过一年半，我每年这个时候呢都会来看一看。他说哦，你是在这个里面被羁押过吗？我说是的。他应该理解为我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是吧？刑满释放分子这个，呃，不一定能改造的好。 是吧？改造的好与不好，不是国家的事，国家负责改造，但是国家不负责把你们改造好，是吧？那么在这个里头，我觉得呢，我也看到这个，呃，前些天我讲的这些这些东西，那么原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布置？因为我并没有给我自己送过东西，都是我太太啊、和振红啊，还有。 原先像开发剑他们给我们送东西，何三位他们来看我们是吧？是这样。我注意到呢，边上呢挂着一个被监管人员亲属寄送财物须知，大家可以看，被监管人员的家属亲属寄送财物的须知是吧？这个应该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许收看。 这个片子的网友有兴趣呢，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我可以把它读一下，也不多。这个叫《被监管人员亲属寄送财务须知》，第一条，为保障正常监管场所秩序，维护被监管人员合法权益，根据监管法规规章制定本须知。 第二，监管场所接待室负责办理接收、寄送被监管人员财务工作。三，看守所被监管人员亲属、拘留所被监管人员亲友可以为被监管人员寄送财物，就是被拘留的人是可以直接的，朋友也可以。 但是被监管人员像我们这样的，就只能是亲属了。第四条，送财务人员应当持有效居民身份证，办理财务接收手续，并遵守监管场所规定。第五条，寄送被监管人员财物，包括现金、衣服、鞋、布袜，是鞋子是布的啊（括弧布）。 鞋袜等日常生活用品，其中寄送现金，每次不得超过人民币两千元；被监管人员个人账户余额最高不得超过两千元人民币，特殊情况需经所长批准。第六条，监管场所应严格对接收物品进行安全检查，下列寄送物品不予接收，大家请注意啊。 一、药品、食品、饮料、洗漱品、洗漱洗涤用品、书籍，不接收；书籍不接收。二、信用卡、手表、电信器材、指甲刀、剃须刀、香烟、打火机、易燃易爆物品。三、其他妨碍监所、安全物品。依照规定，应予退回的物品，应当向寄送物人说明不能接收的原因。 第七条，接收财物时，民警与送物人应当当面清点、登记，经核对无误后，双方在收据上签字，交送物人收执。这就是我上次讲过的，我老婆拿回来的那些这个这个呃送钱的那个单子，和那个呃有一个拍照过的送物的单子。 第八条，对邮寄的财物，被监管人员已交付监狱等场所执行的，由监管场所负责转交执行机关；其他情形出所的，按邮政地址退回。那么，被监管人员已交付监狱等场所执行的，这就是投牢或者是下券儿。里面的行话呢叫下券儿，券儿呢就是那个马圈的圈，是吧？里边管监狱叫券儿，是吧？早点下券儿。 对于被监管人员，大家都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在看守所呢，又受限制，是吧？吃的又不够好，然后又不能劳动，关键是不能攒分儿，不能攒分儿，也就谈不上减刑。你如果在看守所里边一边待着的话呢，很难做到减刑。按照规定呢，一般说生效判决一个月左右，然后呢。 这个监管人员呢，被监管人员在在押人员要送到监狱。如果说不满余刑不满这个，比如说三个月，是吧？很短了，呃，半年以内吧，也许是啊，这个具体我不知道，不记得。那么就不需要再往监狱送了，是吧？你就在看守所里面服完刑就完事儿了。那么在看守所里面服刑的。 是可以像服刑的犯人一样，是可以会见家属的。那么，家属会见服刑犯人的区域就在看守所里面会见室里的家属的会见区、家属的接见区。这个跟律师的会见区是不一样的。律师的会见区，律师的会见区是仅仅是栏杆隔开。 可以互相签字，可以握手，可以交可以交换一些文件，是吧？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监控，而且呢，律师的会见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监听，这个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个是保护律师和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这个最重要的前提。如果说有监控、有监听，那么。 这个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就不一定敢跟律师把所有的话说清楚，是吧？不，不一定敢说清楚，是吧？因为律师和被告人都没有义务向国家都没有义务向国家坦白对自己不利的这样的一些证词。反过来之后呢，在家属的会见区就不允许大家这种。 执手相看泪眼，我说过的，我们家属的会见区呢，就是用厚厚的玻璃隔开，是吧？这个双方的交流是用什么呢？是用电话听筒来交流的，而这个交流呢是要被监听的，这是法定要监听的。所以说呢，在在这个地方会见，它不是一个律师会见的场所，但是我。 当初会见的时候，会见律师，我是必须到，到哪儿呢？到这个家属的会见区，隔着这个玻璃板，用电话听筒，在录音录像监控的众目睽睽之下，后面还有两个警察，前面有两个警察，这个站在律师背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律师进行交流的，好在。 因为我是一个言论方面的这个所谓犯罪嫌疑人，是吧？我没有实施具体的，比如说运毒、贩毒、杀人、抢劫、强奸，没有这样的行为。那么我和律师之间的这种交道，都是可以站在方庄路口，是吧？北京第二中级法院门口拿大喇叭去讲的。我们讲的这些话，都是不介意别人听的。 所以说呢，我们也就在这个电话听筒里面实事求是、肆无忌惮，该说什么说什么，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比较有意识的过滤掉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会提醒我自己，哪怕做梦，也不要梦到某个朋友的好朋友的名字，免得你。 说出来对人家不利，所以说我们很少说谁的名字。扯远了啊，这个这个所谓家属亲友会见，家属亲友会见。那么监个在押人员投牢以后，那么你寄来的东西，看守所负责给你转到监狱去，是吧？因为你判刑以后可能这样。另外判刑以后，大家注意，是吧？这个是有用的知识啊。 如果说判决生效了，还没有到监狱去，判决马上一生效，家属这个时候立即要向看守所申请会见，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罪犯了，他只是还没有下去。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在押人员、被告人被终审判决了，或者说一审判决没有上诉生效了，家属在他下去监狱。 之前的这一个月，可以能见一次，可以能见一次，可以能够说一些话，是吧？聊一些事情，对对，生产生活各方面有个交代。那么等到如果说这次你没见，他要下到监狱，中间比如说我们在里面讲的要到南大楼，我也不知道南大楼在哪儿，可能是在大兴，是吧？可能是在大兴区。 到这个地方呢，有三个月左右的入监教育，先进行一个教育。外地的人可能在一边接受教育，一边被监狱里边的三十三条吧，叫三十三条规定，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跟高校的入学教育一样，军训一样，在这地方两三个月。那么外地的人就陆陆续续的被送走了，北京监狱的人在北京服刑的。 然后才能够下到监狱，下到监狱以后又要区分，是吧？进了监狱，然后又要分。所以说呢，你如果不在这一个月去见自己的亲人，就极有可能在判决生效、进了监狱之后，是吧？下去以后三四个月之内见不到，是吧？你这个在在入监教育那个时候，南大楼那两三个月他不会让你见，刚进监狱又得去区分。 可能也不会很容易让你见，往往是到了监狱，他往从监狱里边往外写信，凭这个然后才能去见。而且我听说呢，不管是大兴的女子监狱，还是其他的监狱，还是北京其他地方的监狱，往往是一下子就要犯人把你和家属一年之内是吧，十二个月，每个月几号。 要接见，会见家属，这个日子和时间都要说清楚，对吧？雷打不动说清楚，那以后呢就不要改了。而现在呢，这个因为疫情，很多的这个犯人的家属长达一两年见不到自己的亲人，能见的话也顶多就是视频。另外呢，还可以打一些亲情电话。判决生效以后，在在里边的。 在看守所的这一个月之内，犯人也是可以打电话的，也是可以跟家属打电话。嗯，我接着读第九条：被监管人员亲属可凭有效证件向监管场所提出申请，查询被监管人员在所内的消费情况。监管场所核实身份后，应当如实告知。 第十条，寄送财物人可凭邮寄单或者送物凭据，到监管场所查询被监管人员收物情况。第十一条，各监管场所应当畅通渠道，及时征求被监管人员及其家属意见，主动接受被监管人员及其家属的监督。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五零幺号。 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邮政编码幺零零幺二幺，这个是这个广而告之的东西。我之所以读呢，是因为这个它不涉密，大家应该可以很很清晰的了解到，是吧？它不是个涉密的东西。 这里边还有一个看守所律师会见的管理规定，一共一二三四，这个这个好多条，我这个就不读了，是吧？这个律师呢，各位请的律师会会跟你们读的，是吧？还有一个呢是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 关于贯彻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有关内容告知书，那么这些呢，也都是需要告知大家的。我在这儿呢，帮政府告知大家一下。为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以上简称“三个规定”，进一步防止干预司法行为发生，确保公安机关公平公正处理好每一起案件，请不要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不要通过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和干预案件，为案件当事人转递涉案材料或者打探案情，为案件当事人说情打招呼，不要本人或通过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以不正当方式与司法人员接触交往，对案件办理进行干涉或施加影响，如存在上述行为。 公安机关将会全面如实记录，由相关部门依规定进行处理。请您严格遵照上述规定要求，同时对公安机关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情况予以监督。如执法办案人员有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情况， 可通过幺幺零幺二三八九平台八七三九五幺二四进行投诉举报，公安机关将会及时核查，对违反规定人员严肃处理。这些规定呢，其实在我还关在里头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发布了，包括呢法官员额制、审判人的员额制是吧？员额法官、员额的还有检察官吧，这些都有。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关在里头，每天看新闻联播，是吧？我还确确实实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依法治国，是吧？四个全面，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还有全面什么？前几年我还记得，现在忘了。那么这些我相信呢，有可能逐渐逐渐的遏制了腐败，风清气正。 我出来以后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腐败显然比原来更加、更加严重了。为什么这样？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二零一四年、一五年，是吧？最高法院、各地法院曾经有过在原额制前后的时候呢，再加上呢这个反腐呢，有很多很多的法官出事。 那么，如果说受贿个三五十万，可能或者说不是很多，那么跟组织上说清楚，然后就走人就算了，走人就算了，是吧？那么这些人，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再进入原额，不想在法院做了，那么他们出来干嘛去了呢？他们进入了律师队伍，是吧？我出来以后呢，我会发现呢，就是。 跟法院的、跟公检法的这样的一些勾兑，那么这些人其实是占了非常大的头。这个前一段时间所说的那个杨振宇向焦慧强的行贿，是吧？最高法院法官出来非常成功的律师，那是在焦慧强的判决书里面出现的，是吧？还有呢，比如说。 一向非常推崇马锡武审判方式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是吧？张立勇，原先追随王胜俊，这个对萧阳的这个催行的这种法这个司法的专业化和正规化实行一个反动，是吧？要倡导马西武审判方式，说你穿衬衣戴领带就可能是脱离群众。 原被告都上诉，就说明你的这个审判不公正，是吧？这样的一位张立勇院长，原先大概是咸阳市委书记吧，还是怎么样？二级大法官，政客出身，做了很多很多的面子活。那么，等他两届任满不再做河南高院院长的时候，他就干嘛去了呢？他就在当地成为一个物流企业集团的。 还是一个什么大的企业的特聘的专家顾问，然后外界怎么知道张立勇院长成了这个企业的顾问呢？是因为他们，他们这个单位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说当时是不是公号，还是简介，还是网站，把有幸请到张立勇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保驾护航。 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宣传，那么后面怎么样就不知道了。那前一段时间的网上说张立勇终于出事了，可是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是吧？我觉得像那样的企业请张立勇干嘛呢？他又不懂法律，他又不是说像姜碧新这样，是吧？像黄松有这样。 真正细小明这样专业出身的高级法官，是吧？张立勇懂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他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资源和关系吗？所以说呢，最近呢又看到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了个新的通知，对于法官、呃法院、检察院的离职人员、退休人员。 从事律师职业有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据说呢，这是为了防止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的不正当交往，是吧？这个，但是我想说的是呢，真正能做到的腐败不一定需要明面上的交往，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防止司法掮客。 这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是吧？再有呢，就是到现在为止，你上百度，你不管是说税务律师，还是假释律师，还是什么诈骗的律师、诈骗案的律师，就是说自己业务专长的。 很多这样在做广告的律师，百百度排名前十前两页吧，至少都在烘托自己的第一名校学历，第二呢跟司法机关的关系。那么这些东西虚虚实实，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一，这个是律师营销取得案源的、争取当事人信赖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至少。 有关系，认识法院的人是吧？甚至有些律师事务所把自己的所名起的像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开办的律师事务所一样，比如“两高律师事务所”。在这个时候，我提到“两高”，并没有，并没有贬损“两高”的意思。但是，“两高律师事务所”和我们所平常圈内简称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把它简称为“两高”，确实是太沾边儿了，是吧？太容易给人误导了，是不是构成不正当竞争？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是吧？因为这个所也存在了很久了，也确确实实在自己的宣传上以他们承办过极多成功的在最高法院的案例，是吧？ 这个来建长这样的一个卖点，这样的一个卖点。再有一个问题呢，是也说明与这个法院、检察院、公安有这种关系。比如李在科是吧？就讲李在科律师是吧？我上次所说的介入过这个介入过李天一案件的那位律师，现在呢？ 百度的百度第一页就有他，那么他最大的一个宣传的卖点就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过。这样的一种宣传方式，我认为呢，这个都有它比较独到的地方。之所以在百度呢肯花钱去做这样的宣传，让自己总总顶在前头，这是一笔经常需要的投入，是吧？莆田系的医疗也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经常要给百度去投钱的，是吧？还是说明这样的一些宣传有效果，所以他才会这样做，是吧？我看一下呢，这个还拍了什么样的照片？还有呢，就是在在门口，我们聊完了以后。 出来来帮我拍一张合影，是吧？帮我们全家拍一张合影，然后我们聊了几句天儿。他也是朋友关在这个里边，是吧？也是朋友关在关在这里边。那么家属呢都在问呢，这个里面现在怎么样？条件怎么样？我说呢，我跟这个这个接待室的人员请教了。那么他们告诉我呢，现在跟我关在里边的时候，待遇。 和安排整个的规则是差不多的，那么我就把这个我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讲过的，我那个时候，比如说早上每人能有一碗粥，棒子面儿粥和大米粥，早上一个馒头，一个鸡蛋，一盆咸菜，一个煎柿，是吧？然后呢，这个中午蔬菜，这个两个馒头，晚上蔬菜两个馒头，一星期大概一次米饭，是吧？ 这个一星期一次饺子，把这样的一个我那个时候的这种伙食待遇告诉了他们，同时呢，告诉他们关的人少，低于十个人，值班呢会很很辛苦，所以说呢，往往是板上十个人或十一个人，地下三个人、四个人或者甚至五个人，是吧？那么这样的话，人多几个呢，大家收拾的干干净净。 没有问题，是吧？以后我还会讲呢，就是说要禁止打骂凌辱，禁止这个里边的人打骂凌辱，禁也禁止这个管教对这个在押人员他的打骂凌辱。那么随后呢，这个呃，今天我要讲的快要讲完了，是吧？随后呢，我们又去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个地方。 第二中级法院是我过堂的地方，是吧？在第二中级法院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在这个办手续这个地方拍了一张照片，是吧？大家可以能看到吧？这个是我自拍的，这是我自拍的。这上面就是写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待时间。 上午是九点到十一点四十，下午是十三点三十到十七点三十，是吧？星期六日休息，然后呢还都有英文。看起来呢，就是说星期五的时候，李汉一法官告诉我的，他们十一点四十下班，所言不虚，是吧？但是呢，他十一点半到十一点四十，也就十一点四十。 他是下班了以后才到大堂里面接待我，告诉我口头告诉我，我对我的这个申诉这个案件不予登记立案，是吧？连登记都不登记，这是他这个时候告诉我的，是吧？然后呢，这个这个这个今天呢，就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我在我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脑袋里头说不上浮想联翩，是吧？因为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一直是挺平静的。我在想象呢，这个现在的天气还确实是挺好了，没有什么雾霾，不像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号那么严重的雾霾，是吧？几乎要伸手不见五指。那么街上呢？ 大家非常平静。有一个女士过呢，帮我们拍了合影，非常感谢她。这个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看不见那么多的警车。呃，我太太告诉我，开庭的那一天，恨不得两米就有一个警察，恨不得这个每个人身边都有便衣警察，一看他们就不像普通的行人，是吧？ 看见哪个地方聚集，他们就去驱散，他们就去捣乱，是吧？这个这个有外国记者，或者说这个有这个有有人来围观，那么他们也不断的去骚扰，是吧？每个人这个斜斜背着一个挎包，是他们的基本的标配。这是那天的情形。那我我觉得呢，这个回到刚才关于三项规定的问题。 我就想，所有的人，公安局说得很清楚，大家不要打听，不要托人，不要干嘛干嘛，因为这个中央要管。那么我要问一句：我的案件有没有人干预过呢？有没有领导干部关于干预过朴志强案件的审理呢？甚至包括有没有领导人干预过，领导干部干预过我这个案件的申诉？ 到底该不该登记审查呢？这个明面上的三个规定，能够阻止去说情的人，不要干预，你别去捞人。但是没有人不去捞，没人不去找关系，是吧？只不过是因为反腐倡廉这个空气越发紧张，所以捞人和打招呼的成本花费越来越高了而已，是吧？ 这个我就说一句实话，是吧？大家基于十八大以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明面上的规定，所渴望的公平、公正、公开没有到来，是吧？而且渐行渐远，因为这个这个很多的行情形，它与法治的这个这个建设呢是背道而驰的。那么这些规定能够阻止这些人去帮人说情？ 是吧？但是他阻止不了高级领导干部，甚至最高当局对于某些政治性的案件，或者说所谓的敏感案件，他的这种权力的干预是阻止不了这些的。我相信过问了我的案件的领导，层层级级非常非常之多。这个过问应当说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是吧？这个。 说的非常清晰，要要探讨，高到什么层级呢？我曾经问过一这专业组的人员，他们说：“你知道你的事儿高到什么层级吗？”我说：“总不会高到梦吧？”他们说：“不止。”我说：“不可能，是吧？最高领袖怎么会关心这些呢？”那么他们神神神神秘秘。那现在看起来呢？他们当时所跟我说的很多的。 这个话可能呢，都是一种忽悠，是吧？都是一种烘托。有些我信，有些我不信。出来以后呢，我发觉有些是不真实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我的案件是那样的一个结果，我的申诉案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有人干预的结果。不知道被干预的办案机关那个李汉一法官。 他有没有登记？谁干预了？是吧？你会不会向向最高当局反映有谁干预了？我相信不会的。还有，我之所以提起申诉，之所以每年要到这个地方来走一走，除了还我自己的一个愿，是我们家的一件事儿，是我的一段经历之外，我想明确的告诉能看到这个这段视频的朋友。 这件事儿不会就这样了结的。还是那句话，中国变坏不是从惩办我开始的，审判我开始的。但是中国如想变好，中国要走向宪政、民主和法治的道路，越不开迈不过我们的案件。所以说呢，我会每年都来看看，每年都看他们有没有长点出息。谢谢大家。